各位观众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刚才呢，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持人为大家带来了一大堆的小美女，那现在换钱掌柜和在下两个两上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猜啊，是不是要有个阳刚气十足的节目了？没错，接下来呢，请大家欣赏由男生四重唱花未落，又来自底特律和温莎的男高音、男中音、男低音歌唱家联袂为大家演出，钢琴伴奏刘嘉熙，请欣赏。缘去无对错，原来有因果，缘去无对错。